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台湾一周焦点，我是黄静怡。新闻一开始，首先带你来关心23名台湾人在肯亚涉及的电信诈骗罪。原本4月5号要到当地警局领回护照，却由警方拘留了。其中有8人被遣送到中国大陆。那么外交部透露哦，4月8号肯亚警方又抓到41名疑似诈骗犯，其中有22名是台湾人，使情势更加复杂，也引发了肯亚、台湾和中国大陆3方谁具有管辖权的争议。肯亚事件上，台湾到底有无管辖权？法务部主张，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台湾当然有管辖权。国人，我们绝对是有管辖权，而且根据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规定啊，我们是有管辖权的。这起案件涉及管辖权的竞合顺序，由于犯罪地和行为地都在肯亚，肯亚当然拥有最优先的属地管辖权。中国大陆则是主张，诈欺的被害人在中国大陆基于犯罪结果地取得属地管辖权。台湾则主张基于宪法司法权给予中国大陆也有管辖权，只是现在人已经被遣送至中国大陆，我方积极透过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要求遣返，可是实务上学者认为困难重重。两岸它的管辖权是高度重合重叠的，那这个问题在当年的那个共达协议里面是刻意的有些模糊化。曾经担任检察官的律师认为，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表征。肯亚判决这些台湾人无罪，他们就是自由人。如果诈欺的部分中国还要追查，也应该透过协议告知台湾司法单位一起追查。他应该知会我国的司法权机关，然后呢，在这些国民从肯亚，他们可能拿我国护照回来台湾之后，我们再透过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协议，然后协助犯罪的侦查。学者和律师都认为，这个案子发展至今已经跳脱司法的层级，变成两岸的政治角力战。而且如果此例一开，未来中国大陆也可能依据反分裂国家法，认为海外的台湾人主张台独，犯罪结果地在中国，就要求当地政府抓人，再遣送中国大陆，就等同挑战台湾的主权。记者陈嘉欣、林志坚台北报道。而另一起也是跟电信有关的案件，这是台裔美国海军电战官少校爱德华林，他被指控将搜集到的电信机密交给中国甚至其他国家。那么专家认为哦，如果爱德华林透露这些机密，对方就可以规避美军监控，对美国军事的影响很大，也会间接影响到美国协防台湾的相关军事部署。穿着海军飞官制服，美军台裔军官爱德华林卷入间谍案。根据美方的媒体报道，8个月前他被控利用职务之便将搜集到的电信机密交给外国政府。我海军退役将军兰宁利指出，爱德华深谙美军的收集电信情报的方式，一旦透露，对方就可规避美军的监控。这个收集的这个情报是所有军事行动的基础，他一旦把这些讯息透露给敌人的时候，敌人就会来等你来侦查我的时候，我会规避，我会发一些让你误会的一些信号，错误的一些信号。爱德华林曾任夏威夷美军 EP31 侦察机飞行巡逻中队的电战官，负责搜集雷达频谱等电子数据，还有通信技术资料等的电信情报。他被捕时隶属于维吉尼亚州美国海军巡逻与侦察队，负责空中反潜、反舰以及海洋情报的侦搜工作。军事专家分析 ，EP31 主要派驻在日本琉球等的美军基地，主要到中国大陆的沿海刺探军事动态。长期以来从琉球的加索纳基地起飞，往这个东海、南海方向，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整个军事情报，特别是电子信息情报，那美国就是经年累月利用像 EP3 这种飞机，长期刺探大陆的军事动态。目前爱德华林静待审判，如果罪名成立，最重判处死刑。蓝宁利推判，台裔的爱德华林应该很难融入白人的交际圈，还是会和华人交流，成为被中国吸收的重要目标。他还强调，这起间谍案对美国军事工作影响很大，恐怕也会间接影响到美国协防台湾的军事部署工作。记者陈嘉欣、张子佳台北报道。
再看到准总统蔡英文到国防部听取简报，并向在场的国防部重要领导干部表示，未来共同推动改良式的募兵制，落实国防自主，并共同捍卫国军形象与尊严，要提升国军的光荣感。准总统蔡英文14号下午到国防部听取简报，国防部长高广齐率领参谋总长严德发上将在大门口迎接蔡英文，主动邀请两人合照。面对媒体询问谁来接新政府国防部长，蔡英文没有回应。蔡英文此行由他的副手陈建仁以及准行政院长林权陪同，更传出可能接任国安会秘书长的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被视为国防部副部长热门人选的民进党智库国防小组召集人陈文正，也随行听取军方简报。国防部除了针对目前国内外军事情势向蔡英文提出分析简报，另外针对募兵制推行现况以及发展国防工业、推动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等等国防自主政策提出完整的报告。那今天报告的内容呢，包括了就是目前军事的情势，还有就是募兵制推动的现况以及国防自主等等的这些需要让主席能够了解的相关的议题。蔡英文也向在场国防部重要领导干部表示，未来希望能够成功推动改良式募兵制，并全力落实国防自主。蔡主席也特别勉励啊，国军在未来可以持续努力，包括克服所有困难，成功推动改良式的募兵制，全力落实国防自主。未来政府的各个部会一定会发挥整合的战力，那共同来捍卫国军的形象与尊严，那一起来提升国军的光荣感。蔡英文将成为国家历史上首位女性三军统帅，这场简报也是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当选人和军方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记者张雄、吴家宝、邱福才台北报道。而总统马英九在即将卸任前第二度登上我国北方的离岛彭佳屿，并在岛上立下新的纪念碑，纪念台日渔业协议3周年。总统马英九在彭佳屿岛上的最高点立下了这座新的纪念碑，碑文为和平东海，国将永固。而这也是呢马总统继今年1月前往太平岛宣示南海主权后，再度对东海领土主权做出表态。随行的呢还有保钓人士，马总统希望呢逐步将和平主张推及东海、南海，实现三海和平的愿景。好，再看到的是这个准行政院长林权公布第二波内阁人事名单，其中呢包括农委会主委是由前屏东县长曹启宏接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李应元则是接掌环保署长，另外法务部长则是由已辞去桃园市副市长的邱泰三出任。准行政院长林权公布第二波内阁人事名单，包括行政院秘书长由台南市政府秘书长陈美玲接任，法务部长由已经辞去桃园市副市长的邱泰三出任，劳动部长由原劳动部常务次长郭芳玉升任，前屏东县长曹启宏接任农委会主委，环保署长则由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李应元担任，副署长则是环保律师詹顺贵出任，高雄市副市长吴鸿谋将接任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至于马政府首任经建会主委陈天之曾经为 X 法政策辩护，遭到绿营内部质疑不适任，最后仍接掌国发会主委。过去因为他在法政府做过事之后呢，他再来的话呢，恐怕到立法院蓝绿的立委对他都会不谅解，会有批评。那么我当时是跟他讲说不会啊，第一个呢，现在政府用人呢是不分党派嘛。整场记者会中，林权花了很长时间一一介绍新任准阁员。这波内阁名单中有从地方政府借将，也有的曾历任地方首长。除了专业考量之外，林权认为像曹启宏了解农民，李应元与詹顺贵常为环保团体发声，郭芳玉从工会出身，希望他们能够作为政府与民意沟通的桥梁。我们的李署长呢他也很高兴有这个詹顺贵呢来律师来跟他一起合作，希望把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冲突呢，能够顺利的把它降到最低。林权表示，将在一个星期内公布第三波的内阁人事名单。而李应元出任环保署长之后，部分区立委遗缺也将由现任土木技师全国联合工会理事长施义方递补。记者王秋晨、信农台北报道。
而接连遭逢败选的国民党，全台政治版图绿大于蓝。为了提早布局2018年县市长的选举，国民党将重点经营南台湾，要求专业组的不分区立委认养选区，成立服务处和地方民代结合，要南下拓荒。国民党接连遭逢败选，不止即将失去中央执政权，地方早已蓝天变绿地。国民党将重点经营南台湾，要求专业组的不分区立委认养选区，投入地方选区经营，成立服务处和地方民代结合，南下拓荒。没有委员的这些地区，就是由不分区啊，甚至有就近，要是区域的委员设联络处、服务处一样做一些选民工作的这些服务。目前国民党规划台湾新住民代表林立禅到彰化，王玉敏和曾明宗负责嘉义县跟嘉义市，陈义明跟许玉仁到高雄，柯志恩到屏东。希望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出生地呢，特别是对于南部的这个地方呢，能够成立服务处，让国民党的声音还是可以继续帮助地方来做一些规划。除了专业组的不分区立委，属于政治组的直辖市县市长储备人选的王金平、黄昭顺本来就在高雄经营，吴志扬在桃园，张立胜在云林，花莲县长傅昆萁的夫人徐贞卫在花莲。国民党将提前在2017年开始布局和规划2018年县市长选举。七位副秘书长的人选，当然就是以县市长为核心的布局。那其他的党务主管的人士，包括文传会副主委，还有其他发言人，当然也是可能会以2018的议员，甚至未来的立委，会进行这样安排。国民党积极经营南台湾，就是要开拓南部艰困选区，希望重新换回选民的支持。记者林信、刘汉林台北报道。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不过对岸认为台湾不是主权国家，要加入就必须由中国财政部代为申请。由于这明显呢涉及矮化台湾，财政部长张盛和表示已经拒绝了。而有学者担忧哦，一旦货贸、服贸两头空，对台湾未来经济与投资都会有影响。日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任行长金立群在香港明确指出，台湾如果要加入亚投行，就必须透过中国大陆财政部的申请。对此，财政部证实，因为此要求有损台湾的尊严，部长张盛和拒绝，因此等于宣告破局。上午，准行政院政务委员施俊吉也赞同财政部的做法。现任的财政部部长张部长已经讲很清楚了，说这样的一个条件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台湾就加入亚投行，那就另外再说吧。我想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所谓的亚投行就是提供亚太地区基础建设贷款融资为主的机构。财政部是在去年的3月31号向对岸递交亚投行申请加入意向书，积极争取创始会员。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也多次表示，欢迎台湾以适当的名义加入，参与一带一路商机。如今宣告破局，有学者就担忧恐怕会影响台湾未来的经济与投资。不能够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发展的话，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金融的银行都很努力去拓点啊，制造业去开拓市场，将来这方面一定会受到损害，啊，因为我们的资金的资本啊，的确很小，大的商业的那个合资案啊等等之类啊，都会受到影响。那新南向政策很明显就受到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学者认为，一旦货贸服贸两头空，将导致厂商国际竞争加剧，外资减少投资台湾，以及加速企业的外移。新政府如何提出能兼顾谈判实务、透明化与公民参与的条例草案，并顺利完成立法，将是一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公布最新陆客申请来台观光人数，不但自由行的件数减少，团体也减少了30%，但陆客实际来台观光的人数呢，到3月为止哦，还是呈现正成长。加上亚洲邻近国家来台观光稍有成长，观光局说有信心今年旅游人数可以破千万。大批中国旅客从商场走出来，不但来台观光，也带动消费。交通部观光局12号公布，3月23至4月5号陆客申请人数发现，申请自由行减少15%，团体申请也减少30%。业界担心申请数减少，恐怕影响陆客来台人数，但观光局表示，到3月为止，陆客来台观光的人数都在增加，从2000年以来一直都是正成长。这个从元月份到2月份，我们整个市场来讲，
到二月份哈，平均市场的成长率还全部啊，还成长13.8%，到三月份还是正成长。而来台观光的陆客也表示，目前来台观光的申请并没有被限缩。现在目前还没有。大大餐厅招牌写着“清真”两个字，这是经过认证的回教餐厅，让穆斯林游客可以放心用餐。观光局表示，截至二月，东南亚地区的旅游人口成长了23.79%。我国更在去年被穆斯林旅游组织票选为全球非回教地区第七名的友好国家。再从去年来台旅客排行来看，中国占了418万，位居第一。日本、港澳也有150万人以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都在前十名内。业者认为，大陆占了我国旅游人口的40%，除了要持续深耕之外，更要简化观光签证手续，方便其他国家游客申请。我们台湾在发展入境观光，其实已经慢我们周边国家很多年。你去看东南亚国家，他们在争取这种境外旅客来的市场，已经比我们做多很久了。观光局表示，针对东南亚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会和外交部继续推动东南亚5国，包括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及印度等签证便捷措施，再加上大陆观光人口持续成长，希望今年可以突破来台旅客量1075万人次的目标。记者李志华谢启文台北报道。来看到大巨蛋争议，在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与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见面后，双方达成共识，北市府将和远雄解约，后续相关的买回金额及法务问题，则是交由各自的律师团继续协商。大巨蛋争议不断，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市议会备询，首度松口，将与远雄朝解约方向处理。而副市长邓家基13号也和远雄董事长赵腾雄见面，双方达成共识，大巨蛋将进行解约，来共同合作推向这样的一个合意合理的解约的一个方式。细节太繁杂，所以双方呢也都同意各自指定律师拟定最后的定案。方向是朝那个方向嘛，那就这样走啊。至于Open your mind 的嘛，就是我们总是保留各种弹性嘛，但是大方向大概是确定。邓家基表示，包括解约之后买回所需的金额，以及未来大巨蛋该由谁接手新建，将交由双方各自指定的律师团继续交涉。但是市政府会展现诚意，该给远雄的就会给。传出大巨蛋建价约370亿，远雄也表态，希望市府先信托一定金额，保障双方权益。你要来跟我们买东西，你要让我看到钱，你有钱能够买，我们才能够建价，才能够卖给你嘛。那你把钱拿出来放在 maybe 是信托银行，你首先放好，那我们来进行建价。至于解约的期限，邓家基表示将依双方律师团协商的结果，并没有外传6月底的期限。未来有任何人愿意接手大巨蛋，市府都会表示欢迎。明年市大运也已经确定不会再使用大巨蛋的场馆。记者小彭奥祖台北报道。台北捷运路网未来将对国外朋友更友善了，除了中英文的站名标示，还要将站名依路线颜色编码，像是新店站在绿色的松山信义线上，又是第一站，站码为 G01， 预计在2017年8月市大运之前全面更新。配合明年市大运，又要提高国外旅客辨识车站站名，捷运公司要将5条路线、117个车站，以从南往北、从西到东的顺序性，除了中英文标示，还有专属号码，像是文湖线棕色取 BR， 淡水信义线红色为 R， 松山信义线是 G， 中和新芦线为 O， 板南线 BL。例如捷运世贸站在红线又是第3站，所以为 R3。新店站为绿线，第一站显示为 G1。台北车站有蓝线和红线交汇，将同时显示 BL12 和 R10， 要让国外乘客不再分不清楚。中校相关的车站，比如说中校复兴、中校新生、这一类的、中校敦化。那如果我们加上一个代码，对他来讲，或许他在车站的一个辨识，跟他要前往的这个车站上面的辨识上面，都会有比较大的注意。根据北捷民调，支持车站新增编码的有53.9%，反对为43.5%，反对的理由为担心太复杂，没必要。而支持者则是以建议采英文字首加数字的方案最受青睐。方便用在 APP 啊，给他们设定的话，可能是有用的啦。那只是我觉得以我们一般民众像这个站名说明就很清楚了，我觉得会比较好，对外国人来讲多一个号码会比较好。捷运站加编码，包括路线图、月台车站站名、营运路线图等等，超过30000处的指标得进行更换，出估预算3000万，预计明年8月前会全面更新。记者小林之间台北报道。
English is a very important t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for doing business around the world. But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English? We will find out on the next Taiwan Outlook as we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s. Yang Xiaowei, who's a Taiwanese English teacher that has lived, worked, and traveled in Europ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ll see you next time on MacroView Television.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的菲律宾中正学院，是一所由菲律宾华侨创建的完全学校，提供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所的完整教育。悠久的校史，中英文双语的特色教学，优良的师资阵容，与中华文化的教育理念，都是菲律宾中正学院良好口碑的基石。中正学院是1939年创立的，那当时呢创校的原因是因为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呢，我们华侨忧心祖国的安危，要在侨居地兴办学校，为国家培育抗日救国的人才。创校是由中国国民党党中央常务委员王全生先生邀集几个侨领一起发起，以蒋中正主席之名命校。到了1965年，正式更名为中正学院。1976年，菲律宾政府实施教育非化政策，使得中正学院的中华文化教育出现了变化。我们的中文课程使用台湾的书本啊，也很多有台湾来的老师，但是非化以后呢，中文呢就在只在下午2个小时。但是中正呢一直以来即使非化以后呢，中正学院还是保持在下午有3门中文课程。现在中正学院培育着4000多名学生，学历并同时被菲律宾和台湾两地所认可。菲律宾社会的数一数二的那个大亨啊，陈永哉、Toyota Metropang、郑少坚、Jollibee、快乐风、陈觉中、我一起施工旗，菲律宾7个大班的话，5个都是中正人。中正学院秉持低学费、高品质的教育方针，使得每个学生有机会可以走得更好，看得更远。未来也将培育出更多中正英才。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遭到随机砍杀的内湖4岁女童举办了告别式，女童的母亲希望能将社会推向良善发展。不过呢，这起随机杀人案引发全国关注，有立委打算修法，将杀害12岁以下幼童的刑责加重到死刑和无期徒刑。而首度举办公听会，各界有不同看法。会场布置的可爱温馨，还摆放许多小熊维尼的画作。上个月在街头被人砍杀的4岁女童小灯泡，家人为她举办告别式，场面相当哀凄。小灯泡的父母含泪出面感谢，也希望女儿的事件能影响社会，让大众更有同理心。都拥有同理心，将心比心，体贴也尊重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把社会推向一个更良善的方向，让社会的不幸能够更减少发生。小灯泡的母亲也在脸书透露心情，说多希望她能够长大，多希望这是她的婚礼，看了令人鼻酸。不过发生随机杀人案引发许多民众愤慨，有立委打算修法，将杀害12岁以下幼童的刑责加重到死刑和无期徒刑，甚至不得假释，首度召开公听会。小孩子啊，他的跟国民平均寿命年龄比较呢，他剩余生命的期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他的法益侵害其实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些观点来看，我们给他加重
他的刑罚呢是有他的正当性。有专家认为加重刑责是有必要性，但同时要注意量刑的比例原则。但也有学者则认为这样的修法没有实质意义，法官的审判效率才是关键。你要加重到这种刑期，一定要以迅速审判跟迅速执行才有吓阻效果了。有法界人士提出终身不得假释的条文等于终身监禁，后续可能衍生狱政的管理问题，究竟该不该为特定年龄的被害人进行修法，仍旧正反意见两极。记者蔡慧玲、邱福才台北报道。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证实，正在拉丁美洲蔓延的兹卡病毒是造成新生儿小头症的主因。而台湾的疾管署也宣布跟美国合作，将引进同时检验登革热、兹卡病毒及区弓病的三合一检验套组。美国预计哦，四月份可以量产，未来如果引进，将可大幅缩短检验的时间。再看到老人罹患心血管主动脉瓣膜狭窄，传统手术必须是开胸开心。那么台大医院在6年前引进新型的导管植入术，伤口只有0.5公分，不仅呢降低感染风险，复原也快。那么在101位手术成功的高龄患者中，最年长的是101岁。88岁的杨贝贝看起来身体还很硬朗，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不过2年半前，他才因为心血管罹患严重主动脉瓣膜狭窄，只要稍微一动就会气喘吁吁，吃不下也睡不好。幸好后来他接受新型的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植入术，现在术后良好，每周还固定到游泳池健身游泳。晚上睡觉，只能坐着睡，不能躺下去，因为肺也这个很痛。结果等我这个手术，所以好了。我等我2个月，我就游泳了。负责这项手术的台大医疗团队表示，所谓新型的心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植入术，就是经由股动脉穿刺，放入金属或组织瓣膜骨架及支架，取代原有钙化瓣膜运作。因为伤口在鼠膝部只有0.5公分长，不仅伤口小，手术时间也只需要2小时左右，非常适合无法接受传统开刀手术的高龄患者。不仅大幅降低大伤口术后的并发症，也提升高龄患者的存活率。我们特别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神经丛麻痹，所以病人甚至于是全程意识清楚，那不用插管，所以对于病人的这个术后恢复是更得到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医师表示，主动脉瓣膜狭窄是老年人常见的退化性心血管疾病，如果不积极治疗，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而台大医院近6年来已经成功为101位高龄患者进行这项手术，平均年龄为82岁，手术成功率高达99%，但这项手术目前健保不给付，自费大约需要130万元左右。记者赖淑敏、蒋龙翔台报道。好，常常染发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根据高雄医学大学的研究发现，染发除了会增加膀胱癌的罹癌风险，同时呢也会增加男性射护腺癌的罹癌几率。5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染发次数超过6次以上，罹癌风险要比一般男性高出1.65倍。拿着染发剂涂抹在头发上面遮掉白发，不过除了要小心会提高膀胱癌风险，还可能会导致男性罹患射护腺癌的几率。根据高雄医学大学最新研究发现，有染发的男性比起没染发的罹患射护腺癌的比率多出1.15倍，这是国际首篇发现染发与射护腺癌有关的研究。投到国际比较好的 BMC 期刊上的一个研究啊，那我想那个染发会不会导致射护腺癌哈？当然是有可能。射护腺癌通常好发的年纪都在60岁以上。根据高雄医学大学的研究发现，如果50岁就开始染发的男性，染发超过10年，或是每年染发的次数超过6次，罹患射护腺癌的几率最高会比起一般男性多出1.65倍。毒素会由头皮吸收，透过血液影响到射护腺。是一个推论啊，他认为说是从头皮经由皮肤吸收以后，然后到血液里面，最后在那个经过身体的过滤到尿液里面。然后刺激了我们的尿路系统的上皮，导致这些致癌的可能性。医师表示，国际研究已经证实染发和膀胱癌有关联，不过射护腺癌还是跟饮食比较有关系，例如摄取过多的红肉等。医师强调，最好少染发之外，适当的运动也能帮助排去毒素，降低罹癌风险。记者李志华、陈昌威台北报道。
许多人都以为全脂牛奶比较不健康，喝了容易发胖，真的是这样吗？国外有最新研究指出，全脂牛奶不只能够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而且还比较不容易发胖，颠覆不少人的既定印象。市上牛奶种类琳琅满目，低脂和全脂牛奶，你喜欢哪一种？全脂。我觉得它比较香啊。有年纪的话，好像也比较喝低脂的比较适合吧。低脂和全脂牛奶各有爱好者，普遍民众认为全脂牛奶比较香，但脂肪较高，没有比低脂牛奶健康。但国外医学期刊《循环》登载的一项追踪3333名成年人15年的健康资料研究显示，喝全脂牛奶比其他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低46%。而哈佛大学更研究发现，摄取全脂牛奶的人发胖的几率比其他人还少8%，颠覆不少人的既定印象。它可以调节我们这个胰岛素和葡萄糖的一个调节哦，那这是针对牛奶，那对于可是跟乳脂肪没关系的。营养师表示，像运动员或是饮食清淡的人就适合全脂牛奶，如果患有三高或是平常会吃大量肉类、淀粉等饱和脂肪较多的人，还是尽量选择低脂牛奶。尽管研究报告还给全脂牛奶健康的名声，但民众挑选牛奶还是要按照个人需求选择比较妥当。记者蔡慧玲、陈柏玉台北报道。春天到了，天气潮湿又闷热，近来过敏性皮肤炎患者也增加大约2到3成。皮肤科医师就表示，受到湿气及花粉双重影响，皮肤较敏感的民众容易有长红疹、皮肤痒、脱皮等过敏症状，建议民众可多补充维他命 C 的蔬果，有助于皮肤抗氧化。内政部预计后年推出新的晶片身份证，到时除了性别、身份证字号等资料看得到，大部分的资料都将隐藏在晶片资讯里头。那么妇产科医师就很担心哦，如果新版身份证上无法直接看到配偶栏，那么在执行人工生殖或流产手术时，很可能会有纠纷。身份证上配偶栏有多重要？对妇产科医生来说，妇女要执行人工生殖或流产手术，一定得查核身份证，由配偶在手术合约上签名。如果未来新版身份证上看不到配偶栏，又无法读取晶片的情形之下，身份验证不容易，恐怕会有纠纷。啊，偏僻的地方的话，那你如果说没有写配偶栏，我们要去查证比较困难。那在一般的话，有配偶的女性如果要流产，啊，一定要先生签名。否则的话，就会有法律的这个问题。内政部目前规划的晶片身份证显示栏位有身份证字号、性别、名字、出生日期、照片等5栏，配偶等相关资讯隐藏在晶片资讯里，必须透过读卡机来读取。对于医界的担忧，内政部表示会再听取各方意见。到底要哪些是显性资料，哪些隐性资料都没有定案。收集意见以后，我们会会诊。会诊以后的话，哈，会修正我们的晶片身份证的换发计划。内政部指出，现行纸本身份证有12个栏位，太过复杂，未来希望结合健保卡、自然人凭证的多卡合一功能，并且简化栏位，但是目前仍然研议中，520政权交接后才会定案，预计后年实施。记者王秋、陈新农台北报道。侨务委员会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简称海青班，是侨委会为了培养海外青年获得实用知识与生产技能，特别针对海外华裔青年所开办的2年制技职教育课程。从1963年开办至今，已经在28所学校开办了30多期的专业技术训练课程，课程横跨农业、工业、商业以及家政事业，累计培育了17000多名学生，遍及全球39个国家。海青班的训练时间为期2年，结业时颁发中英文证书，并有机会取得中华民国政府核发的技术检定合格认证。海青班学生的学费统由侨委会编列预算补助。学生虽然免缴学费，但是仍需负担部分在学期间的保险费及各项杂费。
为了照顾海青班的学生，侨委会特别要求承办训练的学校必须准备足够的宿舍容量，供海青班受训同学集中住宿，以免除校外租屋的不安定感，并可减轻住宿费的负担，让学生感觉非常的窝心。海青班已经与专科以上学校推广教育学分班相互结合，视为台湾推广教育的一环。学生可以取得学分证明，结业后也可依相关规定报考台湾的大学系所，如获录取，可依各校规定向学校申请相关科目学分抵免。海青班不仅是技职教育的典范，完善的培训规划，简易的报名手续，已经成为海外华裔青年最佳技职进修管道。侨委会热诚欢迎海外华裔青年来台就读海青班，让您的梦想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实现。申请就读海青班的条件简单又容易，学历高二肄业以上，年龄在40岁以内之华裔青年，具备华语文说写能力，都能提出就读申请，择优录取，不需考试，额满为止。欢迎向中华民国驻外使领馆、代表处、办事处及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或其他外交部授权机构、侨务委员会指定之保健单位洽询。柴是茶叶，床叶是茶叶，到底是床叶还是茶叶？茶叶可以变成很好的创业，懂好茶，懂好让茶文化在西方发光。侨委会台湾茶艺网络课程，看了让你成专家。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清华大学举行校务会议，讨论和新竹教育大学合并案。93名代表有51票赞成，两校合并案通过。如果新竹教大这个月月底的校务会议也同意，那么下半年将展开合并作业，最快明年新学年招生。讨论了11年，清大和新竹教育大学合并案有了最新进展。清大12号举行校务会议，93名代表有51人投下赞成通过合并案。新竹教育大学呢，跟清华大学的这个互补性呢，相当的高，所以呢，如果两校合并成功的话，那么我们会成立艺术学院跟教育学院。假若新竹教大4月底的校务会议也通过，最快明年招生，而到时竹教大的校名消失，学生可以在毕业证书加注，而学生从12000人增加到16000人，600名教职员增加到将近1000人。清大除了现有学院，增设艺术和教育学院，但是教育学院全名为竹师教育学院。新的生命的开始哈，就不一定只有在那个名字上面，你保有那个名字，可是保有那个传统，可是没有未来，或者是发展出现的问题，这个其实都不是我们乐见的。对于校内还有极少数的反弹声音，两校都表示会继续沟通，而教育部长吴思华则乐观其成。清华大学一直都是一个一流的大学，那我相信透过这个合并，他们未来在国际上会有更大的竞争力。清大重研究，竹教大重教学，性质完全不同。为了让竹教大的老师慢慢融入清华系统，两校合并后8到10年将采两轨制，并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老师的评鉴和升等。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台北报道。而台师大在2年前废除操性成绩，台大也跟进了，开放学生自行申请奖惩记录和操性成绩证明书来取代。那么学生们呢，多数是赞同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学生操性成绩都是85分，除非有重大过失或奖赏，否则实质意义不大。大学的成绩单上有抄性成绩一栏，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是甲等或是85分，除非有被记过或是加奖，才会扣分或是加分。2年前，台师大是全国第一所废除抄性成绩的大学，台大也决定跟进。虽然大多数的学生认为成绩单上的抄性成绩意义不大，但也有学生认为可以加以保留。大学翘课就不太会抓，所以
所以说超新成绩应该还好，除非有什么重大的过失才有可能会被扣分啊，对啊，所以跟高中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大部分都是好的吧，所以就是其实觉得有没有好像还好，没有什么影响，可能给其他的雇主啊可以知道你的本来那个读大学的时候的人品是怎样或者是行为是怎样，所以你觉得不用删除？不用，对。台大强调，虽然成绩单上取消了超信成绩的记录，但学生还是可以主动申请。就是形式上不再用量化的这种方式，我们的配套措施就是同学们可以自行上网，他可以去列印自己的奖惩记录，或者呢去直接去列印他的超信成绩也可以。台师大表示，废除超信成绩两年来影响是正面的，风气并未变差，学生本来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没有超信分数，但奖惩的制度仍然存在。台师大首开风气之先后，除了台大，台科大跟清华大学也表示考虑跟进。记者陈淑君、谢启文台北报道。景气低迷加上高等教育学用落差，根据主计总处统计调查发现，国内硕博士的失业率比专科生还要高，今年二月已经来到3.07%，总数是2.7万人，创下新高纪录。近年来，国内广设研究所高学历的学生越来越多。根据主计总处调查发现，因为景气低迷、学用落差等问题，硕博士的失业率逐年增加。今年二月已经来到3.07%，总数2.7万人，创下新高。有些人书可能念的就只是为了考试，为了写论文，并没有跟他自己的内心有些互动，所以就没有念进去的人。那对于这种人来说，不管他怎么样，工作都会比较难找，可能三类比较不会就是失业吧，就是比较好找工作。主计总处表示，台湾硕博士学历人口持续成长，从三年多前突破百万大关后，目前高达128,000多人。白领阶级职场供过于求，但蓝领阶级的工作却每年平均少了15万人，出现供不应求失衡的情况。另外，我国服务业产值虽然占 GDP 近70%，但本土市场太小，升级转型又缓慢，无法带动薪资大幅成长。早餐店、水果店啊，这些比较中介啦、手机店啊，其实它需要人才事实上比较低阶。可是十年来，我们的硕博士其实硕士是成长3倍，博士可能成长4倍，所以呢，变成就是说我们人才的需求是很低阶的。面对学用落差的情况，教育部则表示，陆续推出产学硕士专班、产业精英博士人才培育方案，都是希望高阶人力可以直接跟产业接轨。另外，今年也开始管控硕博士班的招生。短期内将不再增加名额。记者吴有谢奇文推报道。台湾黑熊目前预估只剩200到600头，而屏科大率领的研究团队18年前捕捉又细放的15只台湾黑熊中，超过一半断掌，去年又新增5头断掌。那么学者就认为哦，山林里的捕兽夹等陷阱对黑熊的危害20年来都没有改善。森林里，一头台湾黑熊在小水洼前来回喝了好几次水。这是屏科大黑熊研究团队在玉山国家公园海拔2000公尺山区拍摄到的画面。但研究人员发现，黑熊喝水时左脚弯曲，右脚特别前倾，看起来好像右脚比较短。仔细一看，才发现它的右脚断掌，而且这不是研究团队第一次发现断掌黑熊。在大概20年前，我们的研究就已经发现了，捕捉放了15只黑熊，有8只断手断脚。20年前是这个样子，保法实行之后的20年的今天，其实情况还是差不多。被称作黑熊妈妈的黄美秀，18年前就曾经捕捉过15只台湾黑熊细放无线电追踪器，当时其中就有8只断掌。直到去年，团队还是新记录到5只断掌黑熊，显示山里面捕兽夹等陷阱对黑熊的危害还是很大。大概就是那个山上放的捕兽夹，如果是金属的哈，但越小动物就会把它卡住。对于熊这么大的动物，它可以挣脱，但是它可能就会断一只掌挣脱了。农委会表示，动保法上路以后，近年每年都查获1000多个捕兽夹，但追查嫌犯就有困难。黄美秀则认为，近年山里的野生动物确实变多，但黑熊断掌的情形没有改善。在没有被记录到的地方，不知有多少黑熊因为中了陷阱而死亡。希望政府能加强取缔，也要建立通报和救伤系统。记者王介村、许正俊综合报道。
清明节过后，台东绿岛的环岛公路出现成千上万只的萤火虫，绵延大约有2公里长。但居民发现有游客捕捉，特别提醒看萤火虫不要骑车开灯，也不要伸手捕捉。傍晚6点左右，绿岛环岛公路两旁的林头树冒出了一闪一闪像星星一样的亮光。这是绿岛萤火虫正在发出求偶的讯号。不过往年在绿岛只有零星的萤火虫出现，可是这两年数量特别多，让岛上居民非常高兴，拥有了一条天然的星光大道。这一两年发现这边的萤火虫特别的多，成千上万只，大概在清明节前后，所以让我们觉得很惊讶这样子。绿岛的星光大道在环岛公路的梅花鹿园区和观音洞之间路段大约有2公里长，游客看到这样的夜晚景象也非常惊喜。没见过，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没有这么多，就见过一两只吧。可是上个星期，岛上居民发现有游客用塑胶袋捕捉萤火虫，经过劝说，游客才把他们放走。那当下我当然是马上出面去制止，然后告知他们，这东西在绿岛已经很稀有了。绿岛的观光资源就依赖自然生态，现在4到5月间又增加了一处萤火虫形成的星光大道。居民呼吁游客观赏萤火虫不要骑车开灯干扰，轻轻走过他们的身边，感受绿岛的夜间生态。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中台禅寺创寺的维觉老和尚8号晚间圆寂，享受90岁。他一手创立的中台禅寺成为陆客来台经常造访的景点之一。而除了心学弘扬佛法外呢，维觉结合宗教和艺术，在寺内有不少收藏品。虽说开创出佛教的另一种面貌，但也因此成了话题人物。8号晚间10点半，创建中台禅寺的维觉老和尚圆寂了。1月8号晚间10点31分呢，圆满是圆寂了，高龄90，骨髓再生的功能退化了，引发了其他的并发症。出生于1928年的维觉老和尚，出家修行53年。从万里灵泉寺的小茅棚开始中国禅宗在台湾的振兴之路。他一手创立的中台禅寺历经7年兴建，2001年在埔里落成。寺庙建筑独具特色，平常香客络绎不绝。两岸开放观光后，更成了陆客造访的热门景点，也让中台禅寺与慈济、法鼓山、佛光山并列国内佛教的四大主流。在1月19号对寺里面的法师做最后的开示，主要的就是对于修行的方法、观念、理路，最后一次的耳提面命。为了结合宗教与艺术，维觉在寺内收藏了大量艺术品，但这种小故宫的寺庙经营方式也让中台禅寺的评价两极。1996年，中台禅寺发生剃度风波，40多位的大学女生与社会人士为知会家属集体剃度出家，引起轩然大波。而他的政治立场也很鲜明。曾经在2000年及200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公开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以及后来的连宋配，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中台禅寺的茁壮。此后更在全世界设立了108家的精舍，也新学成立国中小韩高中。维觉因为年事已高，近来鲜少露面。8号在弟子随侍下圆寂后，中台禅寺也宣布即日起暂停对外开放。记者洪琼、赖世杰南投报道。是想把我，还是用来参加合唱团啊？大志，我们家大志可以加入合唱团吗？你哋竟然去骂啥？刘飞伦，拼啊！加油！是嘞，很黑平民，唔识，就系唔想去佛界。你跑到你自己动脑啊！唔爱也冇想改，你前辈你唔爱我。每周6日晚间8点，古风少年。
神户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港口城市。根据统计，在1950年代末期，神户的华侨人口仅次于东京。为了留住共同的生活记忆，一座以华人为观点出发，记录华侨生活历史为展出主题的博物馆就此诞生。成立于1979年的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是日本唯一的华侨博物馆，里头保存了自1868年神户开港以来，在神户落地生根的华侨文物以及史料，一点一滴探寻着侨社的根源。博物馆的功能不仅帮助这一代人找回记忆，更能够协助下一代的人探寻根源。透过保存下来的史料与文件，一点一滴勾画出那一段过往。目前在馆内的展区，最重要的是神户华侨与辛亥革命，里头完整展现神户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援。除神户华侨与辛亥革命展区外，博物馆内另一处展示着神户通史，清楚地记录侨胞移民到神户的奋斗史。博物馆中也有一区展示着近代我国旅日知名艺人的宣传品，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出现宣慰了侨胞思乡的情怀。透过完整的展览规划，让日本民众能够认识神户华侨一路走来的足迹。侨委会2016年复合式咖啡店研习班自即日起开始报名，详情请见网站或向我驻外馆处及各地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洽询报名。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侨委会与国内各个归侨团体共同举办团体座谈会，一年一度的重要座谈会，委员长相当重视，也亲自主持。他也强调，侨社的和谐是推动侨务工作的最大基础，希望侨团们能够继续支持国家。一年一度的各华侨暨归侨团体，包括华侨协会总会、华侨救国联合总会、华侨暨归侨协会以及在台校友会等代表全都出席会前，大家热络寒暄，彼此互相交流。主持座谈会的侨委会委员长陈世奎一到场就受到热烈欢迎，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啊能够留下来，因为毕竟我们的归侨团体是说还有我们国内关心海外侨务工作的一群人，我们总是应该要有一个集体的一个意见。侨胞其实是我们中华民国最大的战略资源，我们台湾2300万人，我们在东南亚3000多万侨胞，全球4000多万侨胞，这些侨胞真的心向你的话，你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人力资源，甚至一个经济力量的支持。我是觉得说我们要仔细的思考，哪一样是对台湾好的，哪一样是对中华民国好的。我觉得海外的侨社有很多的地方，它跟台湾的连结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中华民国，那一个就是国父的三民主义的理想，这两样让我们的很多的侨社紧紧的跟中华民国绑在一起。副委员长吕元荣各处室主管通通到齐，为了加强与国内各归侨团体以及在台侨生校友会的交流与联系，并且宣导侨务施政方向与工作，侨委会每年定期举办座谈会，包括侨安专案、侨教教材编列以及海外商会协助外交等各项议题，面对面近距离讨论。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各位啊，能够把正确的侨界的意见呢、反映给未来到侨委会的四位政务官啊，因为的确刚才委员长也提到，中华民国现在是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努力啊，团结起来爱他都还来不及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还在里面呢搞这种分化啊，你是台侨，你是哪里的侨，你不是台侨，他是华侨，
这里面我们自己还要再去分门别类啊，那这个是叫自作孽啊，不可活啊。未来呢，我们民间要怎么样大家加强团结合作，来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这种偏差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呢一定要出来，就像刚才委员长提到的一样。座谈会上，各侨领代表们踊跃发言，将推展侨务工作面临的问题反映让侨委会知道，并寻求解决方式。缅甸归侨协会由副理事长黎顺发更是带来奖学金捐赠给侨委会运用。座谈结束后，委员长也与大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展现了团结为国的向心力。台湾宏观电视陈琳文、钟金刚台北采访报道。台南安平古堡400年来首度清洗红砖墙，这也是台湾古迹第一次进行清洗作业。而来自德国的团队不使用清洁剂，而是以高压热水的方式清除墙面上的青苔和灰尘。红砖墙上的青苔和灰尘在高温热水的清洗下干干净净，红砖墙的色泽瞬间变得明亮。这也是安平古堡400年来第一次清洗。真正的洗脸是400年来第一次哈，我相信一定可以让安平古堡更漂亮、更动人。为了环保，不使用清洁剂清洗，而是采用150度高温蒸汽和蒸汽压力，经过调整，压力清洗不会损伤古迹。来自德国的清洁团队曾经协助清洗梵蒂冈圣彼得广场、新加坡鱼尾狮雕像等超过全球100座知名古迹和建筑物。安平古堡是这个清洁团队在台湾清洗的第一座古迹。这一次的清洗计划是从去年开始就会勘场地，透过试洗，那把试洗的报告这个完成之后送给我们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确定这样子的清洗方式，才有今天完整的一个清洗。预计15天之后就能够让安平古堡的红砖墙焕然一新。这一次只清洗红砖墙，白墙不在范围之内。这也是台湾第一次有古迹清洗。记者林欣、谢启文、温正恒台南报道。台湾文博会今年首次结合台北魅力展，以东方时尚服装秀的演出推广时尚及生活的理念。新闻最后就带您一块来欣赏，同时感谢您今天的加入。我是黄静怡，我们再会。